的师弟 NCT Dream 推出第一张正规专辑，销量突破200万张，也刷新他们自己的记录。即使疫情让歌迷无法参加实体演唱会，但追星预算并没有因此减少，出现报复性消费买专辑。现在海外粉丝能够参加的活动全部改成线上，原本不方便出国的粉丝只要有网络都可以购买参加，相对竞争对手也会变多。为了争取和偶像一对一视讯机会，买越多张中奖几率越高，也带动专辑销量。韩国业者统计发现，光是今年一到五月份，每个月专辑都卖出超过200万张，五个月内累积销售1971万张，比去年同期多了600多万张。从图表可以发现，除了去年二月份因为防弹少年团发专辑，单月销量冲到500多万张之外，其余每个月销量都平均落在200多万张左右。销售量的排行榜会影响到他们的歌手在音乐节目宣传的时候上面的排名，粉丝都蛮乐意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支持他们的偶像。数位化时代，原本担心实体唱片的销量，疫情改变了追星方式。尽管不能参加演唱会，歌迷用购买行动证明他们的热情。TVBS 新闻，李黄龙、杨慈英台北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